工商时间，历年的孙玉泉科技讲座的演讲，我们都会放在网络上提供观看。欢迎找到我们孙玉泉科技讲座的 YouTube 频道，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欢迎大家来到孙玉泉科技讲座的演讲现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林哲群院长上台为我们致辞。院长，请。好，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我们今天的讲者啊，王正芳导演以及夫人啊，大家好。今天哦非常特别哦，这位讲者哦，刚刚我在吃饭的时候，大概串联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开场哦。我们从我上任院长要主持这个孙玉泉讲座啊，其实还没有遇过一个讲者啊，跟今天来参与的这个 VIP 啊有这么多的关联啊。比如说有50年的好友啊，这个是我们的金莲芳老师啊，还有这个在台大电机系啊差8届的学弟，这个史清泰院长，还有台大的同学啊，台大物理系的陈立俊校长，以及跟他哥哥是好朋友的这个林胜芬副校长，还有很多是粉丝啊，比如说像我们彭校长啊、季星教授，还有这个高瑞和院长，这些都是他的电影的粉丝啊，所以啊，这个今天来讲哦，真的是蛮特别的。那这个王正芳导演啊，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然后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拿到这个电机工程的博士啊。那我们清华大学一直在讲这个跨域是我们的 DNA 啊，那我觉得这个导演啊才真的是跨域啊。各位如果在这个网络上来搜寻啊，他不仅是导演，他也是演员啊，他也是作家，也是工程师啊，他可以跨这么多啊。那我想今天我们请到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那在他的著作里面啊，在讲这个回忆录啊，他提到啊人生的四个阶段，那很高兴他第三本书啊也在今年出版。那第一本是说10年颠沛啊，这个一顽童啊，在他前十年在大陆的这个生涯里面。那第二本书是说这个谈笑如昔一少年，那带到现在再到第三本，我想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罗织的一个过程啊，一定是非常精彩。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啊，可以去多多的去购买来看哦。另外，他也是电影的导演哦，拍了很多电影，也当了这个导演跟主演啊。比如说像1983年的这个《半边人》啊，我想接着在不久的将来啊，有可能在我们的台积馆啊，就是在这边来首映的哦。对，刚刚我们陈立俊校长有建议啊，然后。他因为他这个工程师的性格啊，这个拍电影啊都非常特殊啊，所以说有几部电影都非常的有名啊，比如说像这个1986年的《北京故事》啊，还有1988年的这个1989年的《第一次约会》啊，这个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不过啊，我个人啊最钦佩的哈，最 appreciate 的今晚是在1987年啊，民国76年的时候，当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啊，这个《英雄本色》啊第二集啊。啊，这个其实阿森牧师啊，看到龙氏啊，其实这个阿森牧师其实就是我们王正芳导演。如果我记得应该没错，应该是这样吧？哈，各位再去看《英雄本色》第二集，所以我非常的很羡慕啊，因为《英雄本色》有狄龙，还有周润发，还有张国荣等等，大家都喜欢发哥哦。可是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最喜欢狄龙哦，狄龙要当老大的那种气魄啊，是非常的令人敬仰，所以我非常的羡慕这个王正芳导演啊，这个阿森牧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跟那个龙氏啊，石天所导演的，不是石天所演的啊，那个的过程。好，那我们是不是经过我这样介绍，大家应该对他多少有一点了解，是不是？我们用最不一样的方式来欢迎他，就这个来欢迎我们的王正芳导演，谢谢大家，谢谢。
院长的介绍，听见吗？好，他们把我的人生一半的介绍完了，所以我就少说两句话，让大家先回家吧。因为这是清华大学，我很少来。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刚刚建校不久，所以看到这个阵仗就吓坏了，太厉害了。然后这既然是一个这么大高规格的学府，我这干导演的来讲什么话，就觉得有点自卑，所以我戴上眼镜啊，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怎么样？这样不错吧？好，闲话少说，我就讲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我的斜杠人生。因为我原来不是学导演的，其实我也从来没学过导演。后来不是怎么搞的，变成个电影导演了。这中间的故事我慢慢来跟你讲。刚才院长好像对我的资料查了一下啊，那么我要讲的就是我的斜杠人生，给你们一个最不同的开始。这第一个是什么呢？从一枪毙命说起。这就是有一天我在纽约，有一个人拿着枪对着我做威胁状。这个在纽约现在天天发生的，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多少年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呢就对我开了一枪。你看，我就是心脏那里中了一枪，砰的家伙，然后就倒地不起。哎，很注意啊，我这个躺在那里那个样子，这个手上流的血，这里流的血，这里的血都是番茄酱。然后你要注意的是，我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tattoo， 表示我以前是干黑道的。所以就如同院长刚才 order 的，我就放一段这段电影的一小部分。这是在1987年我在拍这个《英雄本色》第二集。
好 ，cut， 好，那天我就这么完了。这怎么回事？因为我那时候在纽约，1987年在纽约有一个小的电影公司。那时候香港的大导演吴宇森，你们都听过这个人吧？演过拍过很多好片。他跟我很好的朋友，有时候。他要到那是他在美国不大知名，跑到纽约来。他说：“老王，我也要拍一个电影啊，《英雄本色》第二集，有周润发、狄龙，那个狄龙，还有张国荣、石天、关山、朱宝义，都是一流的大牌明星。你有没有办法替我张罗一下？”我说：“好，没问题。”来了以后，他那个是香港片，那个预算也不是很大，虽然是都是一流的明星，我就替他安排了这个，安排了那个，所有的这个一些工作人员呢，摄影师都是我替他找的。然后有一天我看，哎，他们已经拍了好多天了，我去探个班吧。我就买了水果、汽水、一些蛋糕，就跑在 Brooklyn 一个小教堂呢，他们有一场戏，我知道。去一看，我吴大导演一脸的不高兴。在那用广东粗口的骂人，我说怎么回事？你今天拍的不顺利。他说：“哎呀，你们一个演员，纽约一个演员，这个临时他不来了。”我认为，他说他有病，我认为他是嫌这个戏太少。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赶快再给你找个演员。他就对着我瞪着我看，说：“不用了，老王你就演吧。”我说：“我怎么演你？我这更不。”你什么剧本我都不知道，角色怎么样？我说演什么？他说演一个从香港逃到纽约来的一个黑道分子，后来他改邪归正，变成个牧师了。你来演这个？我说我演帅哥还不错，怎么演黑道牧师什么呀？我像吗？他说，嘿，都是人演出来的，他说戏都是人演出来的。导演这样讲就算了。我说好，我给你演。不过我说我很忙，只给你一天时间。
他说没关系，一天就把你打死啊。好，好，我告诉你，这部电影在香港、在台湾、在大陆，后来大陆开放了，有些录影带，这个看的人多得不得了。我只有那么点点一场戏啊，你看我那个身手还不错，那时候你看上台打两人，打开枪能搞来搞去，很多人都看过。如果你现在40岁、40几岁以上的人，大家都看过。我有一次在北京，在去北京办什么事情，在长安大道那边一个马路很宽很宽，那边有一个解放军就跑过来了，他说。我认识你，你是什么什么？我说你看过我的电影？他说对，我看过10次以上了。我说太好了，你看过哪部电影啊？北京故事吗？还是什么？没听说过。我看的是《英雄本色》第2集。我说我总共出来不没有5分钟，你那么就这样子了。其实可见那个时候这部电影啊，它的影响力有多大，非常卖座。可是我告诉你。因为我那个时候1987年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台湾政府的黑名单，我是不能回台湾的。所以吴宇森说你可以在里面客串一个角色还挺好，可是你的名字不能打上去。所以 我那时候到香港电影院看那个电影，看完了以后看我的名字怎么全都没有啊，那个搬道具的名字都上去，我总算一个客串演员也没我的名字啊，没我的名字。所以我就是默默无闻的就这么演了一个这么一个电影，很好玩的。结果后来你现在要到网上去找这个《英雄本色》第2集啊，哎，我的名字就排在周润发他们的后面了，因为我现在有名了，知道吧？算了吧。其实我来到台湾的时候是1948年，10岁。我今年我是1938年生的，小弟今年85岁啊。这个时候，这是我最早一个照片。抗战胜利那一天，1945年8月15号，我妈妈把我们叫起来，说是日本告诉你们好消息，日本投降了。我爸爸就带我们兄弟两个和我妈妈就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认为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照片。虽然现在。就不说抗战胜利的叫终战是吧？终战，终战是终点站的意思吧？什么意思？我父亲来台湾是办《国语日报》，这是很久以前在台北植物园的那个《国语日报》前面有一个铜马，现在铜马不见了。这个铜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盟军的飞机啊就来炸台北，就把那个铜马的一个脚给。炸断了，这个照片很有历史价值啊！因为现在那些考据植物园历史的人，他们都没有这个照片，他们也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个铜马存在过。你看我们台湾人是不是对历史有点健忘啊？这是以前的建功神社，后来我小时候长这样。我们家的邻居是林海音，他。林海音跟他的先生何凡夏正莹拜拜，他也在国语日报里工作，他是副总编辑，我父亲是副社长。然后我就是植物园对面就是国语师小嘛，我就在国语师小念书一直到毕业，这是我们那一年毕业班的同学，6年乙班。那么毕业的时候校长还有导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学在那里。如果你能猜到这个照片我在哪里，我送你一本书。猜到了吗？这个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很奇怪，你看那个女生都是大个子，那么男生怎么小萝卜头一点点的，小学六年级是这个样子的，有意思吧？然后我就简单说我的背景，我就上了建国中学了。这个中间过程也蛮复杂的，我是不是考进去的？我先念建中夜间部补校，因为成绩好升到日间部。我母亲给我留的这个建中成绩单很绝，
那是初中三年级上学期初三 B 班的一个成绩单，成绩还算不错。其实这是我在建中，我在建中念六年，那时候有初中部跟高中部，跟现在不是国中部的，那时候还没有国中呢。国中的时候，国中是你们前任校长，毛高文当教育部长的时候呢，把国中推出来了。我这个六十分、七十分、八十分都有，反正我要指出来，我的总平均是76.00。童子军只有六十几分，人丢脸的。名次，你看这名次第18名，这是我在建国中学名次最高的一次了。全班大概有40几个人。需要注意的是，我的操行，你看到没有？操行，乙。我到现在操行也没得过甲，我都不知道操行得甲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不知道。可是我那是高三的老师，初三的老师很有意思，他每个成绩单上都有评语，给我的评语是三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第一是有人缘，第二是好吵闹，第三是无条理。现在我人缘太好了，别讲了，所有我的朋友遍天下都挺好的，对我是非常照顾的，我也喜欢交朋友。然后好吵闹，当然就是三个人就可以一出戏嘛，要演戏就得吵闹嘛，是吧？我在班上经常是吵闹的，因为有的老师很痛恨我说要举手才能讲话，我说举手讲话没意思了，就是你老师讲的那个话我再接一句，然后接的时机很巧，然后全班大笑，我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我们就岔开了讲讲电影讲戏剧。同学们知道戏剧里面哪一种戏最难拍最难导？有没有人有这个想法呀？哪一种戏最难？喜剧。喜剧为什么难呢？ timing， 你时机要抓得准，这个人讲了这句话，你什么时候接第二句，这个导演教不会你的。这个很妙的。那个有喜剧感的会演戏的，会演喜剧的，他的 timing 就对，一对大家就有喜剧感觉，挺好。所以我认为现在一般的这些电影节啊，或者什么奥斯卡给奖，通常都不愿意给喜剧，觉得那个不正经。其实我告诉你，喜剧是最难拍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再岔开了，对导演来说，一个会演喜剧的那个演员啊，他演其他的角色也绝对能够胜任，而且更好。要一个演员他不会演喜剧啊，那要拍到很严重的这个感情场面啊，那么这个导演就有一个办法，就拍另外一个人，不拍你的正面了。好，我在建国中学的初中部毕业以后，那时候要考高中啊，那时候没有国中制度，所以你念完了混过去了以后要考高中怎么办呢？那就考吧，我成绩也不好。后来我就参加了那次的民国42年五省中联招，这五省中就是台北市的五个中学，北女、北二女、建国中学、成功中学，还有师大附中，再附带加一个市立女中，其实六个中学联合招生。我很紧张啊，也不知道考得好不好，坐在家里等那个，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呢，邮差来了，我赶快去看他有没有我的信，结果来了一封信，结果我妈妈还给我留到，那是那次考试的成绩通知单，你看这精彩吧。我这个国文考得还不错，77.5，数学22.5，社科学73.5，自然科学55.75，英文68，所以这个整个迹象就是，理工方面我好像都考得不大好，可是总分是有296.75分。以前这个考卷还有0.25的这样的搞法的，现在没有，因为什么？那时候没有选择题的，谁给你选择题？老师老老实实看你答案。现在老师大概比较懒惰，就考这个
考这选择题拿一 computer 打分数，所以我总分是296.75分，总共是一二三四五门课吧，我这个连60分都没有好像，哎，我说完蛋了，哎，我再一看，他说总分在192分以上，国英二科20分以上，数学15分以上，我总分在220以上，总数学的12分以上者都录取了。我22.5，数学还不错嘞，你看没有？你可想那时候的那个数学考的多难呢？所以，我告诉你，考这种联考，如果数学题目太容易，也不好；数学题目太难，对于那个数学成绩原来不好的人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的。大家一通烂，就烂下去。可是我这个什么国文是这个社会科学，其他的都还可以。于是乎我就上了建中了，不但上了建中，而且上了建中高中一年级 C 班，这 C 班是保送班，开玩笑。所以我这296.75啊，还是蛮辉煌的成绩，我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啊第一次大胜利。我上了高中怎么样呢？又不念书了，每天胡说八道，又是上课的乱讲话。那时候上高中已经青春发育了嘛，对异性很有兴趣，就跟一些同学一天到晚就谈女孩子，其实一点经验也没有，搞什么屁。呀，我就有时候高二的时候就这德行。这什么时候？在下课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说：“我告诉你，我昨天看了一个笑话，很好玩，我给你们讲一讲。那个笑话多数是荤笑话。”大家听了以后很开心，反正和尚学校听我胡说八道很开心，是吧？我们班的公众有名的人物，第一个就是他这位老兄，白先勇，认得吧？白先勇你们认得吧？啊，你应该比我有名太多了。于是乎，我们两个是同学，同班同学，不敢说什么好的交情了。不过我们在太熟了，哎，有一次。哎，我不好意思学他讲话，学他讲话你们说我有歧视，哎，不好。不过我学就好了，没关系，我老朋友。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参加那个台积电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我们俩都是评审。那个办这个奖，这个文学奖呢，就是年轻人文学奖，我们大家就看看文章，然后打分数，决定把奖给谁。那是多少年以前？很多，他也是那个评审，我也是评审。那个主办人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位是谁谁谁，这位是谁谁谁，大家都认识，这位是白先勇，这是我们台湾的文豪，他就冲着白先勇介绍我，说这位是王正芳导演的，白先勇，哎，不要介绍了，我们太熟了，太熟了，这很有交情的，所以我们班的名人很多的，再下去就考大学了，我们简单来讲。45年专科，你们看过这个？这个是很绝。我把我的那个自传写出来以后，有一位网友，一个连友，就把当年这个榜啊给找到了。你看这个厉害吧？民国45年度专科以上学校，取得这些学生，台湾大学第一，放在前面。那时候好像清华大学还没有参加招生呢，只有几个。你看。就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省立农学院、台北工专、台北省立农业中工专、东海大学、什么海事学校、中原大学，就这么几个。然后工学院有四系：土木、机械、电机跟化工，每一系就招30几个人。然后后来又招了一批这个侨生班，人数差不多多，所以我们那一届一同同一年上台大电机系的大概有90多个同学吧，这包括了侨生班。那么我考了半天居然考上了，可是名次很低，我不是吹牛的，你看我的名字在这里，看到没有？
我是倒数一二三四五，倒数第五个，总共取了34名。运气，那次考大学那数学也很难。哎，我考上大学，对我父母就交代了。可是我说，我干嘛去念这个台大工学院呢？那个工科紧张的不得了，电机系不是很好玩的嘛。于是我在报纸上就看到，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电影公司只有一个，叫做台湾制片厂。台湾制片厂招考演员。我说好，我去试试看我会不会演戏吧。于是我就跑到照相馆，就是照了一张小生照。那时候给你打着领带，我这从来没打过领带，那个照相师给我打的。然后你就好好照不行吗？他要我的头这样歪着呢，好像我怎么中风了，这个脖子在那歪着呢。歪着以后照了以后，我说不错。可是我一看呢，怎么我那双眼皮都出来了？我说我没有双眼皮，你怎么我照出来有双眼皮？他说：“哎呀，这双单眼皮不好看了，我给你用铅笔画上去了。”后来我在台大交了个女朋友，我就把这个照片送给我女朋友，看了半天，这是你吗？你怎么有双眼皮啊？你原来是双眼皮吗？我说是，后来我把它缝上了。啊，这个你们上过台大和去台大的就知道了，这是台湾大学工学院的，第一个那工程大楼工程馆，只有3层吧，还是第4层就小小的，那个阶梯非常高，爬上爬下的，我现在去我爬不上了，我就在这里啊。耗费了我4年的青春。我在台大干什么呢？我在经常同有些同学，我的右手这边拿的是计算尺，那个时候没有 calculator， 用计算尺，很神气的。你看，拿着计算尺，表示我是工学院的同学。经常就靠在那个椰子树底下，这样发懒。所以我相信我是台大耍废的创始人。之一吧，大概之一。所以你们现在年轻人说要耍废、躺平、小确幸，来问问我怎么回事。于是我参加了课外活动，你们也大家猜到了，我就参加台大话剧社。台大那时候两个话剧社，一个叫长风剧社，一个叫枫叶剧社。我在参加的是枫叶剧社，在里面演过好多戏。每年就会有至少一出话剧，在校庆的时候要演出。我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参加了，开始演一些小辈小啊，上去混混。结果这是在3年级的时候吧，3年级的时候，突然他们说要拍一个戏，再讲多一点，他们原来要拍的戏是 Ibsen 的那个，玩偶家庭，那是一个讲妇女解放的问题。哎呀，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就好了。我们去找外文系的一个气质非常高雅的一个高年级同学，我们找他来，请他来演演。排了半天以后，就课外活动组。现在大学没有课外活动组了，课外活动组是当然是负责把关的，就是你们意识形态不对的这个话剧电影不许演。就把那个玩偶家庭给枪毙了。后来我们就找到法国莫里埃的一个戏，叫做《The Miser》，千灵人，就里面讲一个视财如命的一个老头他的故事。演一个老头大家都不愿意演。后来那个社长说：“哎，老王，你这个声音很低沉呐，可以演一个老人吧？”我说：“我心里想，这不我才二十岁。”我是自觉得这时候自己长得不错，英俊潇洒，身材也不错，怎么就演老人呢？他说：“你演，你可以演。”其实没有人要演，你知道吧？所以我去演，演得很轰动。台大说：“哎呦，这个王某人这个戏演得真好。”于是说就开始上瘾了。我觉得这东西太有意思了。1960年
我毕业了，我是台大电机系的一些同学，有一天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在校园里照了一张照片。我们这些同学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呀，我告诉你啊，有台大背景的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呢？陈俊雄。他们后来说，老陈是把台大电机系推到世界水准的一个很重要的教授。这位是谁呢？这位是郭德胜，他是做过中央大学的工学院主任，台大电机系主任，后来是在台大做教务长。这位是刘兆汉，刘兆玄的哥哥，他后来是中央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所以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啊，那你看出来这个照片我在哪里吗？那个最不像研究学术的人站在这里屌屌的，就是这样。我也提出这个照片来，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老了，有几位也走了，19位同学。后来我们每一个，后来我们19位同学里面，在国际上有名的外国的大学、欧洲大学，或者除了这家伙陈俊雄是台大电机系的博士，他没有出国。我有一个秘密，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为什么他没出国？因为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大四就跟他结婚了，第二年就生小孩了，出鬼国了，没法出来。其他人都能出国了，你猜一猜，我们19人里面，在名牌美国和欧洲大学里拿到博士学位的有几个？14个。其他5个为什么呢？其他5个是因为。我都知道是哪一个，这个家伙叫做鸡鸡胡，这个家伙老柯，他们是拿到 master 以后就拿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他觉得我干嘛还要念 PhD 啊？我好好的就赚钱就好了。所以对他来讲，我们这些同学在电机工程这个领域里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除了我以外。于是乎，大学毕业我就要出国，就是。那个时候出国要交一个天花证明书，那时候你看这个证件是 WHO 给我们的，给要发给我们的，那现在 WHO 我们都进不去，那时候很神奇，如果有时间我再岔开来讲一句话，要做体格检查，我不知道你们早年出国的同学有没有这个经验，做出国要去检查，你到医院里照一个 X-ray， 那个 X-ray 照片这么大。所以每个人到美国下了飞机以后，就拿着一个纸袋子窝窝囊囊的下去，那这台湾来的，台湾来的，然后还要做另外一个检查，哇，那时候美利坚合众国对台湾的医疗体系和医疗的设备很不信任，他说我们自己来检查，他怎么检查呢？叫我们那个interview 都过了，去美国领事馆 interview 过了 ，visa 也可以了，可是你要通过检查，他才能发给你。于是他就说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下一个礼拜或者几个礼拜以后，你们大家到某地去，有一个检查站去检查，那个是就是不是在任何医院，他们不相信任何医院，台湾医院他们不相信，就临起好像临时在一个 building 旁边搭起帐篷来，大家就去做体格检查。那时候也1962年，我们哪里有什么医药知识，认真来讲我们也没有经过什么体格检查的那个经验，进去看什么伟大的检查没有，就是听听拿那个听筒听听你心肺啊，问问你问题啊，看看你的牙，看看你舌头啊，最重要的是要验大小便，从来没有经验，这个小还容易，大家拿个试管就，可是个大姐大家早上已经办过了，这怎么办呢？就看那个阵仗真绝了，我们就要在他旁边那个一个厕所那里啊，男厕所女厕所我不知道，我都没进去过，大家蹲在那里底下弄一张报纸在努力生产呢，我赶快赶快搞，搞了半天生产的效果不好，结果里面突然有位老兄啊，他突然产量丰富，大家就说分我一坨分我一坨，
给我们尽管那些阵仗，现在出国的太轻松了吧。然后后来我就做一个那个包机，留学生包机，第一站在东京，因为那个飞机不能直接飞到美国，先加油休息半天，我就去参加一个半日游，东京的半日游，就坐一个这个旅游车在里头，那个车导游小姐很和蔼，讲的话我一句不懂，就跟他照张相。不过你看我的这个表情啊，就真是土啊，看到没有，嘴巴都不知道怎么放，你看站在那里，你看我为什么穿拖鞋呢？哎，这绝了！我出国以前，我觉得我出国要体面一下，我买双新皮鞋吧，就买双新皮鞋，紧得要命，一坐飞机那个脚肿起来，那鞋子穿不进去了，我就搞这个，啊，丢脸透了我呀！所以我在这竟出我自己洋相呀！哎，我当年这是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你说我到美国去念 master， 我念什么学校呢？你们都没听过这个学校，在 Missouri， 他那个 county 叫做 Rolla Missouri。 为什么跑到这个学校去了？他原来还不是一个大学，他是 Missouri School of Mines and Metallurgy， 矿业冶金和那个矿业的大学。为什么他到这地方去呢？因为我的台大成绩实在太糟糕了呀，这些 Ivy League 这些学校不会收我，于是乎我们就跑到美国新闻处啊，去查那个各式各样美国各大学的 catalogs， 什么大小学校我们都看，就拼命发信，拼命发信，发了都没人理。最后就这个学校回了，说是我们很高兴接受你，你可以来我们学校念硕士，还给你 tuition scholarship， 免学费的。我说这种好事，免学费差很多。我们那时候台湾的家庭啊，台湾这个大学毕业生有钱的人很少吧？没有，根本没钱嘛。爸爸妈妈给你做的就是买一张单程的飞机票，几百块钱美金而已。他这个学校为什么给我这个学费奖学金呢？嗨，就这个学校，他刚刚成立电机研究所。在美国没有什么名声，没有人知道他什么回事。原来他是搞这个冶金矿的，跟矿的。然后他希望把那个电机研究所建立起来，没学生去，因为我去了，而且给我奖学金，我乐死了。我跟你讲，有这种好事。所以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说，虽然你的成绩不好，只要你想去哪里哪里干什么，你就锲而不舍的申请。总让你撞到一个，这所谓瞎猫撞到死耗子啊，对吧？挺好的。于是我就在那里埋葬了我三个学期的青春，拿到了硕士。哎，不，我在那儿念硕士可是没有混了。我告诉你们，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在那儿好好念书，好好的做作业，好好的问问题，好好的预备考试。然后我还选了这个高等微积分，厉害吧？可是头两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老师不是英文的问题，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我就回家，就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初等微积分》，从头开始看，看了几个 chapter 以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我在台大的时候啊，都是用混的。于是我当时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句：“哎。”原来我后知后觉到这种地步嘛，所以我的初等微积分是我在这个学校选高等微积分的时候自己恶补补回来一点。在这里我成绩不错，拿到硕士以后就去找工作。中间不说了，时间的关系啊。我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在 East Fishkill, New York。IBM Components Division， Components 做电脑零件，附属零件的东西，其实就是做我认为是第零代的 IC， 第零代的 Integrated Circuits。 那我被派去的部门叫做 Test Equipment Engineer， 我就要设计很多这个测试的这个仪器，小的仪器来
来试这个不同的那个 integrated circuit。 那个 integrated circuit 很大，大概一寸半寸见方的一块方块，那里面就几个 transistor， 你就是基本上测试那个东西。我在那里工作不难了，在那混得还不错。在1964年拿到这个工作，1965年我就是 IBM 工程师，一年的光景，好吃懒做，已经肥成这个样子。你看，哇，这我觉得很丢脸的。然后，长话短说，后来我换了，又换了一个工作，赚点钱。后来，那个刚才说的，我那几个同学，包括刘兆汉，刘兆汉就是刘兆玄的哥哥，给我很大的刺激。他那时候在 Brown University。已经念到 PhD 了，到伊利诺伊去当教授去了。我还在 IBM 里当这种狗屁 engineer， 什么玩意儿的。我说不行，兄弟，我也得去念个博士。于是我就申请到，那时候因为 master 成绩单还不错，就申请到宾州大学Moore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就是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四层楼。在这念了好多年，念了4年半，就毕业了。那我有一个 ENIAC One， 因为宾州大学当年是第一个造出来，二次大战末期就造出来一个，其实是一个复杂的 computer， calculator， 现在美国认为这是全世界第一台电脑。这跳太快了。于是我在这里念到最后博士，1972年拿到博士。这中间念书呢，也没有这样连续不断的，因为1971年有这个北美洲的保钓运动，我那时候义不容辞就参加了保钓运动。1971年，那整个一年没念书，从实验室里面逃走，跑到各地去串联。宣传保卫钓鱼台的重要性，然后又私访北京，见到北京很多高级官员等等，这个长话短说，这个说不完了。比如说我1971年回来，这个 Moore School 的电机学院院长要开除我，他说我们一年没见到你的人，你到哪里去了？我们还发你奖学金呢。我说啊，对不起。于是我就赶快努力工作，就去把那论文弄完了，交上去没问题。我的论文我认为写的还不错，虽然不是1.5个论文，不过是还不错的论文。后来我毕业以后就到 San Jose IBM， 又回到 IBM 做工。在那里呢，就开始这跳过了很多了，中间没有的很好的 slides。跳过去很多，就开始对戏剧电影发生兴趣。因为我在旧金山的这个湾区啊，我参加了一个话剧社，叫做日出剧社，英文叫做 Asian Living Theater， 跟一些美国的亚裔同胞一起搞话剧，然后渐渐的就对这个电影有兴趣了，就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大小小的电影的制作和有时候也上去客串一脚等等，然后最后对我来讲是很有一个突破性的，就是我参加了一个电影的演出，这个电影叫做《老陈失踪了》（Chance Missing）， 这个是1980年的时候我们在旧金山拍的一个电影，但是我们那时都是业余的，不是职业的演员或职业的编剧和导演等等。这个电影是非常低成本的一个电影，大概只花了6万美元吧。那么我在里面串演一角，也在那个编剧里面做了一点贡献。那么这个电影有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都很想拍电影，那几个同胞，同志们，就是说电影同爱好的同志者，可是就觉得那个时候1970几年的末期跟80年代初期，就深深的体验到美国社会
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跟压迫跟不重视跟严重来说有欺负我们的意思，甚至于是在这个媒体，特别是电影这个媒体，你们想想看，早期的现在也是一样，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电影对于亚洲人的这个描述都是负面的，或者他那个牙齿叫爆出来，讲话讲不清楚的。然后呢，他一个亚洲人或中国人、日本人在好莱坞电影里面饰演的角色，都是像是下等人、奴隶阶级的。这也我想也充分的表示，白人至上主义主导美国的文化和社会，而美国文化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可能越来越厉害。于是我们生活在那时候，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有十几年了嘛。我说，如果我们要从事这种文化工作或者电影工作，我们就要拍一部电影，就把我们亚洲人的形象、华人的形象整个的正面的提出来。于是就找到这么一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叫老陈，哎，我别这老陈是谁呢？老陈是台湾去的留学生，后来在旧金山开计程车，开到最后呢就不见了 ，chance missing， 他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另外两个计程车司机去找他，因为那个老陈欠我们的钱，找到最后没找到，电影就没有了。这是你说这故事莫名其妙，怎么这算什么故事？可是我们中间的设计就是，在这两个人找这个老陈的时候，就是通过了很多。旧金山唐人街的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有的会说英文，有的不会说英文，有的很奇怪，有的很好笑，就是把这一系列的人物通通串起来，这样一个电影，这非常另类的，跟好莱坞的那种爱情啊、喜怒哀乐那个不一样。于是我们就拍了这部电影，花很少的钱，因为都是义务的，大家都是业余的嘛。我在里面也演了一个角色，这个电影谁也不看好。后来这个电影拿到纽约的这个，纽约有一个国际影展的 first time director and first film， 就是你这个导演第一次拍电影或者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当导演的，可以参加那个那个项目。结果那个我们也没不认为他会怎么样轰动，结果这个时候纽约时报的首席影评人，他的名字叫 Vincent Canby， 很有名的那个影评人，他喜欢透了这个电影，他喜欢透了，他说这个片子太有趣了，这个剧本也好，里面穿插的人物也好，里面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他没有他想象当中的那个意思，很令他吃惊，很让他喜欢，所以他给的这个片子的评价叫做 A Matchless Delight。 我在里面演什么角色？我在 演的角色叫 Henry the Cook， 疯厨子亨利。这疯子厨子亨利就这德行，我那时候长这样子呀，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自己演，自己写这个剧本。我写的就是这个人呢，是台湾去旧金山的留学生，学工程的，是不是电机工程？不好讲，也没讲台大电机系，人家不是我了。可是在那里念书念的不顺利，就在餐馆里打工，他会做点菜，然后呢每天抱抱怨怨的，用中文英文的在哇啦哇啦讲。为什么要用中文和英文讲呢？就是要突破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歧视，就是你们亚洲人就是讲不清楚英文的。所以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就把英文说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呢你不要打字幕，我马上用中文再讲一遍，要开这个语言的玩笑。所以里面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讲的，就是他在接到订单的时候，他在骂 Egg roll, sweet and sour pork, wonton soup, five wonton soups, we don't have wonton soup, we have a wonton spelled backwards, not now，懂意思吧？什么觉得对象吃什么馄饨 wonton soup 就馄饨了，就馄饨它照着拼就是 not now 嘛，就是你们要叫馄饨，我现在没有馄饨 not now， 现在没有，就耍这个。哇，那
那个影评人看了笑死了，他说这个太有趣了，他就没有想到这里一个中国佬，一个华人演员在这里嘟嘟囔囔讲一段话，还能够拿英文这个语言来开玩笑。 This is a surprise, right? 所以我跟你讲，我这出了一个风头。于是乎这个片子让纽约时报捧说好，你知道纽约时报在美国这个报业界是领头羊，他说好的话，那后边的跟风呢就是通通说好。然后呢统计了我们这个片子后来推出来在戏院上演之后呢，就有49个影评，48个影评是朋友说我们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影评不得了。当然这个片子不可能赚钱，因为是一个不是那种普通观众喜欢的。然后你猜许多美国报纸的那个影评栏第二天来讲这个电影的时候用那个剧照用哪一张呢？ You are looking at it, 就是兄弟我这个德行就上去了。我那时候简直是高兴极了，我就受用不住，我脑子好大了，我说嘿，他妈的，我一夜之间我全美国知名了。我就打电话给我这些电机系同学，我说哎小六，哎小陈，我上报了，我上纽约时报的第几版了。他就说啊，老王你这么厉害，你发表了哪一篇学术论文人家那么重视。我说我没有写学术论文，我是演了个破电影了，所以我就上瘾了，这上瘾了太好玩了。这是1982年的事情啊，1982年。好，现在回来讲整个的来龙去脉。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我没有再念书了，可是我的工作地点在 Silicon Valley, 所以常常跑 Berkeley 去。 Berkeley 有一个剧社叫做 Asian Living Theater, 日出剧社。哎，我们在演过很多话剧，我在里面很活跃，也很活跃，就是编写剧本啊，排演啊，也有时候导话剧啊，有时自己也演一两个角色。那时候我们说，我们那有四位电影发烧友，我们人家叫我们四人帮或者四条汉子。第一个就是这个王颖 Wayne Wong, 你们可能听过这个人啊，他就是拍 Chan Smith 的导演，是他的主意，挺好的。后来 Wayne Wong 在美国很有名，不是说特别有名了，就是很知名。他拍过很多很重要的片子，比如说Joy Luck Club 喜福会等等，还有 Smoke, 他一直在拍片，他是终身做导演没问题。而他最有名的是他的太太比他更有名，太太叫妙千人，香港的美女。第二位叫蔡继光，这个人你们可能不大清楚，后来他就从 Berkeley 回到香港去发展也很不顺利。刚开始在 TVB 电视台拍一些电视片啊什么东西，可是后来他有一次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成龙啊，成龙大哥啊，他不是最初发起了一个片子叫蛇形刁手，听过这个吧？蛇形刁手这个样子。那是好多年以前。那个成龙那时候还没出名，那时候他还没整容，他那鼻子扁扁的那时候。哎呦，我不是秘密说出来了。结果这蛇形刁手的制片叫罗维，可能你们老一辈的知道这人是谁。罗维家伙是抠门，抠钱抠得很紧。结果那原来那个导演他不干了，结果人家找人来收拾烂摊子，等于擦屁股了。结果我们这老蔡，他说没人拍这个，我来。他就把蛇形刁手就整个整理一下，重新拍一下就推出来。结果成龙一炮而红嘛。后来蔡继光又拍了一些片子，《男与女》，钟楚红跟那个万梓良，那也得过奖，挺好的。另外一个他拍那个张国荣的第一个部成名的片子叫做《喝彩》，是一个青春片的，他在香港也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四人帮里第三个
人物呢就是这位仁兄歌舞。他是谁呢？他是台湾去的留学生，跟我最好，因为我们背景相同嘛，年纪也差不多。歌舞他到 在美国念 UC Berkeley 的戏剧系毕业了，他本来应该回台湾来搞戏剧啊或搞电影啊，可是 他回不来。为什么？他跟我一样也上了保钓运动的那个黑名单，回来以后我们只能在绿岛唱小夜曲，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比如说这家伙，你觉得他说我一定要去拍电影，我说是，我们都要拍电影，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去香港。我说他去香港，因为老蔡跟他好嘛，我们那时候这四条汉子的交情没得说，按照现在北京人说话，我们铁哥们儿，铁得不得了，好得很。他说我去投奔蔡继光，蔡继光在香港已经有点发展了嘛，他就去了。这老哥歌舞老兄他这个一句广东话也不会，他那去怎么混呢？我就大家很担心。他说没关系，我有一个剧本呢，讲这个讲那讲，他那个剧本其实都是我们一同讨论的。那个年月我跟你讲，1980年代和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电影爱好者或者有共同志向的人，没有说什么有版权问题，每个剧本你看了他看，他看了他看，大家都有意见，综合起来没有说是这是我的剧本我要告你。我那时候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所以歌舞在发展剧本的时候我参与了很多。他就会后来去了这个香港，这就是我现在他的照片，我已经没有什么了，就找到这么两张。当年他80年代初期他在杭州金鸡奖，这个人也很绝的，他在 Berkeley 的时候就开一个破的Mercedes Benz， 前面也撞烂了，后面也撞烂了，他在那儿开，然后很邋遢，很随性的一个人，他的车子乱停，那个吃那个 ticket 吃的无数，吃了那个 traffic ticket 他就放在前面那个 compartment 里面，他弟弟每个礼拜要去看看，打开看看里面有几张 tickets， 然后替他付钱，要不然他车子就被拖走了。是这么一个人。后来他在那里努力了半天呢，努力了半天。这是我们一同到雍和宫，他的照片我只有这两张，在雍和宫留下来的照片。他在那里弄了好一年多两年，最后他戏也没拍成，于是他就很沮丧，就说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呢？就我说你继续坚持下去吧。香港那时候拍电影很旺盛，很丰盛，他总会有机会的。哎，果然他就在那里熬了一阵，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英国的电视公司 BBC 给他一个合同，要他去长江三峡去拍纪录片。当然我们拍电影的人，我告诉你，他最后都要拍故事片、剧情片或者大片，预算很多的，那时候你才很过瘾嘛。可是这个 BBC 的纪录片也很好啊，那预算比一般的高，那这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就鼓励他快去。他说好，他就去了。可是呢，这老兄，你看他其实个子比我高，因为他照相他要靠着我，为什么呢？他这两个髋骨啊，通通有毛病。是因为他当年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打预防针，那个时候我没有攻击台湾这个那的，不是，那个时候是这个条件，医疗知识、医疗条件，特别在军中都是蛮简陋的。我们也是那样子，上面来一个命令说啊，要预防肝炎，所以大家要打防御针，于是就打防御针。有一个名句，那怎么打呀？换屁股不换针。于是乎他为了打防御针，他感染了肝病，常年呢没治好啊。那个肝病厉害的时候，就把你这个两个关节里面那些滑韧剂啊，就慢慢吃掉，他就变成两个骨头在这磨，很痛很痛的。于是他就说：“这样嘛，
我去动个手术，不是有那个手术在这关节中间加一块钢的钢片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撑个十年。他就到香港的一个医院去开刀，开了一个很好，他说我两个腿都不好，我开第二个，开第二个就出了事故了，手术很成功，可是后来输的血带有什么猛暴性急性的肝炎的病原，他在医院里就没有出来，就走了。哎呦，我们那时候才三十几岁的人嘛，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件这个消息，没有办法能够想到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跟我们这么接近，对戏剧有这么大的执着，这么大的诚意，爱电影爱到死，就是因为这一个手术就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记得1982年在旧金山我们给他开了个追悼会，我上去讲几句话，因为他们觉得我跟歌舞最好的朋友，我在这里我怕我情绪控制不住，我就写了一篇追悼他的文字，我在台上念，念到最后还是泣不成声啊。所以我们的四人帮最后就走了一个，后来很妙的就是有一天我在北京旅馆里面来了一个年轻的香港导演，这人叫方玉平，你们如果上网查一查就知道这人是谁，方玉平，就这家伙戴个眼镜，留个 破胡子，那个胡子比我还破，他就来找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应该也不认识我，他大概看我的样子大概就是他想找的人，他过来用那广东过去说，哎，你就是老王吧，我说我不认识你，叫我老王吧。原来他是在香港的时候跟我们的好朋友歌舞在同一个公司做导演，他的剧本通过了，他跟歌舞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歌舞是一个很热诚很诚心的一个人，处处帮助朋友，没有私心，他们两个虽然是文化背景语言不通，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告诉我歌舞临走的时候怎么怎么回事，我听着非常难受，然后他告诉我说是我来请你写剧本，我当然很高兴，我想了很久，想在一个一个整套的剧情片里面写个剧本，我参与这个工作我当然很高兴。我说好，写什么剧本？他说我们写歌舞的故事。哦，我说好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段因为歌舞在香港我没有参与，我不知道，就歌舞在香港没有戏拍，他这些好朋友们就介绍到他到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去教表演，因为他在美国学的是表演，他在那里教表演教得很认真，很多学生很喜欢，结果里面就有一个学员是一个香港鱼市场卖鱼的一个小女孩，也不小女孩了，也十几岁二十岁了，上他的课，他们两个或有或无的发生了一段感情吧，我不知道，因为歌舞没跟我讲，后来我们不在一起，他的事我也不大清楚。然后方玉平在筹拍另外一部片子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她就是歌舞的学生来应征做演员，于是就问起来，结果这个小女孩叫许素英，阿英就讲了她这一段她的戏剧老师跟她的故事。这个方导演是一个写实主义的很新浪潮的很好的一个导演，他说你这个故事比我现在想拍的剧本好太多了，那么我们改写吧，我就用你家卖鱼背景和歌舞的故事联合起来，我们搞个新的剧本。这个许素莹香港这些背景的故事他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是香港人，这歌舞的故事谁来写呢？于是有人介绍，他说这美国有个那个姓王的那个老王啊，他跟歌舞很熟，你叫他来吧。他就来北京来找我，找我们两个人谈谈谈谈到天黑了，我说哎，你
今天黑天已经晚了，我明天还有事情，你先回旅馆睡觉，我明天继续谈。他说我没有旅馆。我说你没有旅馆，你到北京是干什么？他说我看你房间还有一个床嘛。你说干电影导演都是很赖皮的，你知道吧？也就是说最后他说服了我，我说好啊，我去。我说这样的，因为我那时候在 Virgini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当电机教授，我还要暑假完了以后回去教书，不过不要紧，我说我很努力给你写，两个月以后我就跟你一个 draft 第一稿，你不同意的话，你寄还给我，我再改，我们这样子来回几次这个剧本就行了。他说我拍戏不是这样拍的。我说 你怎么拍？他说你要跟我们去香港，跟那个摄制组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讨论，同跟演员什么的要看景什么，通通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讨论剧本，随时要改。开拍以后，你要这个编剧要跟着这个摄制组一直到最后。我说我开玩笑，我这整个卖给你了，你才给我几个钱？那香港拍电影，他那也是低成本。我说这不行，这个不行。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儿子上私立学校，那个学费很贵的，不行。我说这个我也再考虑考虑。结果老方就板着脸，他说：“我们的好朋友郭武已经为电影牺牲了，你只请假几个月都不可以吗？”投降。我就回到 Virgini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我跟那个院长说，对不起，我下学期不教了。你说这都排好的课你不教？他说没关系，我说给你，我找朋友来代课没问题。于是我就跑到香港去，就看他们缴获，在鱼市场里面出出进进。哎呀，同学们，你们家里有卖鱼的吗？有在鱼市场工作过吗？我在那里写剧本出出进进搞了几个礼拜，我后来一闻到那个鱼腥味我就反胃，我要半年没吃鱼，这太要命了。好，于是乎这个电影长话短说就拍成了。我还是男主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剧本写好了以后，它是一个，我当时写的是如实这样讲的，写一个台湾留学生到了美国，然后学了戏剧到香港来发展，他跟香港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他讲的应该是国语，讲他的思路思维也是当时台湾人的那种想法，这个价值观。那么我当然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写，那写出来香港哪一个演员可以演呢？周润发嘛，我们付不起；刘德华嘛，他怎么会演戏呢？是不是？还有这些人想来想去，说的不行啊，找谁呢？有一天呢，方玉琴坐那发愁，看着我就是又是一句：“啊，老王，就是你吧。”我说你这还好，不是老王吧，是老王就是你吧，谢谢你。于是我就成了男主角了，真妙了。我就拄个拐棍一瘸一瘸的这样子演戏，哎，很有意思。结果出乎意料，这个电影不卖座，可是获得第三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剪接三大奖，也提名了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等，一共七项提名，三个得奖，我在底下看着别人领奖，是吧？这个简直太出乎意料嘛！这就是里面的一些剧照，我是男主角，他是女主角，啊，垂涎圈的剧照。等一下我会放一段，你们可以看到一点。好，我们现在放一段半边人的一个片段。
哎，对。声音大一点。
艺术呢，就是不能乱开玩笑了啊。你首先要对他很有兴趣，然后呢，然后还得爱上他。可是呢，你可能爱了他一辈子，追求他一辈子，什么都没得到，这东西比那个追女朋友谈恋爱麻烦多了。戏剧这个东西啊，是永恒的。工作严肃，这么离谱，对。哎，你们今天来参加我这演员班，我相信大家都很有点表演天才，对不对？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啊？今天我们就请几位上来表演一下，好不好？来，行不行啊？做演员嘛，一定要表演的。马曹的，马曹还在讲，怎么样？哪一位知道没有？头一个，怎么样？哎，这里了。行不行啊？那又是谁啊？有没有人啊？你好，你来。行不行？是啊。好，那我就先来表演给你们看，怎么样？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就这乱，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接着讲，时间不够了。灯，哎好，这有点技术上的问题，不过后来这个片子，好，这，哎对，这片子，拍出来以后得到很，就影评界评价非常高，还去除了得了很多的香港金像奖大奖项以外，还送到柏林影展参加金熊奖的竞赛项目，当然最后没有得奖，这无所谓。这是许素莹那女主角在当年试片的时候，我们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后来她怎么样呢？后来她在香港继续演了很多电影跟这个话剧啊，还有影视方面的工作，就是真的，他从一个卖他真人真事在卖鱼女的这一个困境之中冲出来了，就是到了另外一个社会层面，过一个他比较喜欢的日子，创造了一些事业。40年以后，你看，就是不久以前，他在电视上演一个证人，在法院上作证。40年以后，那个张老师老成这个样子了。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电影整个的来源、来龙去脉就是歌舞。我们是因为他才有这个想法，他也算是因为他的不幸过世，促使我真的就跳进去到香港去。
做一件一般人不会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很幸运赢得一些大家的认同和赞赏，于是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个导演了。我也没学过电影，什么也没学过，就是参与过这些电影的制作而已。后来1997年有一个美国导演 George Paul Cicero， 他真正写了一篇论文叫做 The True Man Incomplete Person， The Story of 歌舞，真正的男人他没未尽全功的歌舞。他后面的结论说的我听了很感动，他说歌舞最终在半边人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不是大导演也不是演员，他用了毕生之力想冲破重重的障碍，到达了他追求一辈子但是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天地了。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很忠实的描述了歌舞的一生，描述了他的真诚，描述了他对于电影的追求，对一个事业的投入。可是最终他没有做到导演，可是促使了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也让我增进了信心，觉得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我也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可是 for some reason I think I'm ready, I want to take a chance。 那年我已经45岁了。于是我回到 George Mason University，我跟院长辞职，我说我不要干了，我要专职去导演。那院长说，哎，这干什么，你有病啊，做得好好的，你这已经是 tenure professor， 有终身职了，你就在这好好的教书写论文， 这一辈子退休挺好的嘛，你干嘛呢？你说我很狂妄的说， There are part-time professors but the movie director is more than full-time job。Man, 很屌吧。可是1983年圣诞节以后我就没有领过任何 一份薪水，我就没有 regular income， 我没有收入了。我哥哥对我很担心，他说你怎么这样搞，你搞什么玩意儿，你有电影可拍？我说没有，我在争取，我在努力。他说你这样将来要是没有呢，不成了，你拍了失败了，你钱也花光，你怎么办？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哪天冻饿而死，我不要来找我。我说我会冻饿而死吗？不知道，但是那时候已经充满了，这 脑筋已经充满了这个事情。我儿子那时候已经上中学一年级了吧，他说我的爸爸自从演了个电影以后，他的头大到了很大，充满了这个幻想，大到了一个地步，那个门都走不进去了。他说我儿子对我很慈善的是吧。哎，于是我就去筹拍北京故事，还归我。这我哪里有钱呢？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这个东西，想筹拍一个电影，那个美国的术语叫做 pitching， 其他领域一样有 pitching 的 idea。 我有一个想法，我去好像投手一样去丢个球给你看看，你看球投得多好，人家就会问你，你这个电影什么意思啊？拍这个故事，拍那个故事什么？哦，是这个啊。可是你实在也说不很清楚，因为电影没拍出来，你只有一个想法。他说你以前拍过什么电影啊？有什么 track record， 有什么记录吗？我说我这个那，我干过这干过那，真正导演没干过。但后来北京故事是要到大陆去拍，那是美国第一部剧情片，就美国的导演，那时候我算美国导演，到大陆去拍的剧情片。以前有什么电视片，还有什么纪录片。那个末代皇帝 Bertolucci 末代皇帝还在我以后，我84年就去了。所以呢，那跟很多电影制片厂谈，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我关系都有了，西安制片厂、广州、珠江制片厂。最后谈到最后，人家最后说您很客气，您王先生您拍过什么电影？我说还没拍呢，就这意思。然后我看他那个表情，就是北京人说那句话，肚子里讲那句话，
你算哪颗葱啊？那北京人好像这么损你吗？我不是一个葱，我什么也不是啊，我只是一腔热忱，我就想拍。我后来搞得非常沮丧，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跟歌舞一样的，最后想拍戏拍到这个程度，认为你自己可以，最后你捞不到啊。同学们，只要你坚持啊，我就迷信了，你会遇到贵人，这贵人还是我的贵人。结果后来有一个在北京不见经传的一个小电影厂，它叫做南海电影公司，从来没有拍过什么大的片子，拍过一些纪录片，拍过一些剧情片，可是不成功。比如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就介绍我去跟他们谈，那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姓吴，他叫吴江，是广东人，很热情，他就很支持我。我说他说你把剧本拿来啊，我还剧本还没写好呢。我说你给我几个礼拜啊，我去写。于是我就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候北京饭店只有三个部分，一个东楼，一个中间这个楼原来六个饭店，这个是西楼，是按照苏联的这个模式盖的。我就在这北京饭店西楼四个礼拜，每天写剧本，写完了，好快，因为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这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去北京啊，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住过，这许许多多事情就通通到我脑袋来了，就做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从中国到美国去留学或留在那儿工作的一个工程师，带着家庭到多年没回去的北京，然后这中间起的一些文化冲突、文化交流，这个许多趣事。我拍都是喜剧，你知道我这人，我能拍悲剧吗？我拍悲剧的话，你们在底下会笑。我跟你讲，拍一个喜剧，就把这剧本送上去了。知道这是1984年，那时候中共还不开放，他不晓得你这个什么意思？看我这个剧本，它什么意思啊？也没有违反这个党的政策的。他就问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王先生，你这个剧本我看着还成，可是它说明了什么意义呢？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说：“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就是生活，就是人生，就是这么。”他看不懂。But anyway， 我就把这个剧本交上去，他们就通过了。可是我还是没钱啊。后来，哎呀，就回来找谁会投资给你啊？我就成立了一个 limited partnership， 那就是中文叫什么 ？limited partnership 叫做责任制什么？每人入一股，那一股钱很小很少，一共可以找35股，35个出钱的，然后每个人都是 limited partner， 你并不是完全有这个权责，有这个权利来叫导演做什么。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找了35个老板，每个人都不能当大老板，我就做大老板了呀。所以你就不要指挥我怎么拍了。于是我后来就找到这个一个京韵大鼓的一个骆玉生老师在里面穿插这个片子。我看我有没有时间。这个片子呢很侥幸，这是那这个 Great Wall 他的这一些海报。这是一个是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一个在香港，各种不同的海报。这里卖座情况很好，有影评也很好。这里面一些剧照。那么我们简单的放一下这个北京故事的 trailer 这个预告片，好吧？找到吗？哎，对，这个对。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calls it a special prequel. A Great Wall, an Orion Classics release. 这是发行的时候的一个短片，一个预告片。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把一个主要的中国传统艺术京韵大鼓放在这个电影里面。结果这一个片段，当然外国人看不懂、听不懂，在香港的反应也还不错，可是，在大陆这个片段，他们就是有人基本就把它变成了这一个。变成一个 YouTube 上面的，不是他们不叫 YouTube， 他们是一个叫优酷什么，到处放。反而是我那个这个电影在大陆最受欢迎的是那个要放那没有几分钟，我现在有点时间呀，这给你们大家听一听，这个是一个蛮不同的呀，这个。对呀，是啊，
好，这是现在可能已经失传的京韵大鼓，我很幸运在拍这个片子时抓到这位，找到了这位老师，老艺术家骆玉生老师，他那时候70岁，我录了一段，我觉得是他这一生中的巅峰状态，所以这个片子就让我成为这个美国的独立导演的一个人吧，以后继续有机会再拍下去。忘了提的就是当年我在拍北京故事的时候找那30几个投资者，其中有一位就是你们清华大学教授，他那时候那么傻，他还投资给我拍电影，这位教授就是金莲房老师，站起来。你说天下有这么傻的人？我一个从来没拍过电影的人家做导演，他投资他就给了，还好没有赔钱，赚了点钱。后来他就很聪明，就在台积电赚了好多好多钱，所以没关系了。于是我就继续拍电影下去了。你看，就在纽约市拍这个，我是写实主义的导演，我不喜欢在电影棚里面打景拍戏，我觉得那个很奇怪，我都是在现场拍。然后后来我要提一个这个，因为这是清华大学，是很有名的大学。我在1992年6月，1992年5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 UPenn 念博士的时候，我的那个论文导师 Dr. Joseph Berdonian， 他后来升了做副校长 Provost 去了。他打电话给我，我在纽约一个办公室，他就打电话找我。我吓坏了，我说：“哎，这 boss， 他是我的 old boss， 你怎么找我呢？”他说 ：“Peter， 我昨天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看到你那个样子在荧幕里面，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有这种事情，我说这没办法。他说：“我教书几十年了，什么样的学生都教过，你这样的实在是没有。”我说：“好啊。”他说你来回 UPenn 来一次，我给你安排一个演讲，然后你带两部片子我来放了，我再给你个惊喜。哎呀，我当然高兴，因为我离开，因为我1972年毕业20年了，我从来很少回到 UPenn 去，回去也是去玩了一看，就没去找他，因为我是叛徒嘛，我电机系的跑去是不是拍电影了？告诉他非常的 appreciate， 他说。真的就是使他非常意外有这样的学生，于是我就回到 UPenn， 哇，我带两部片子在 Bennett Hall 放两部片子，就跟同学们讲一讲，然后他又在那个 museum 里面搞了一个简单的 ceremony， 请了许多教授，我以前的教授和一些我认识的人，当场就给了我一个奖状，说是。王是我们哪一年毕业的一个 PhD， 他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做出了贡献。哎呀，那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我这胡搞胡闹，他变成杰出校友了，这是像话吗？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在台湾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同学们，你认为可能吗？比如说那天就人模人像的，哦，他还不算。你看，这是 Pennsylvania Gazette， 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刊。那个6月份他们要找一个封面人物，觉得我太特殊了，就做了我一个专访。他们写了一篇长长的，写8页的文章，开玩笑。那一年1992年，这个 UPenn 还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我们台湾那个很有名的人。这人叫顾振甫，因为他给 Wharton School 他们的 Business School 捐了大概2000多万美金。我看那个校刊，我说哇，这大人物，可是他只是那个校刊里面那一小角。兄弟，我是封面，受了吗？可是我还是没钱。哎呀，那天我非常高兴，然后。就在那个 hall 里面接演讲，在那讲了一段，我不知道讲什么。不过讲完了以后呢，我的教授来跟我合照，
顾一秀教授，你们听说这人吗？中央研究院院士，我是他最后的一批学生，因为我72年毕业，他72年退休了，他那一年92岁，我回学校，他来听我演讲，哎呦，我这真的感动得要命。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在演讲讲到大概15分钟的时候，我们顾老师已经在睡着了。后来我跟他说：“顾老师，我知道你睡着了，不过没关系。以前我上你的课的时候也经常睡觉。”那天时候真的太高兴了。哎，我今天来是打书的，我都忘了。这是我回忆录的第二本，叫《调笑如戏一少年》，门口可以卖，卖完了，我亲笔签字。你们如果同学们如果有一个，等一下问答的时候问一个问题让我感动的，我送你一本书怎么样？好吧，你们想想要好问题哦。没关系，问什么都可以，想揭发我的隐私也可以，我不怕。我的第三本书叫做《志在四方一男儿》，是讲我上台湾大学，这你们应该拿去看，上台湾大学当兵和后来头两年在美国的故事。这本书台湾还没出，是简体字的，大陆的这个十月文艺出版社。你们如果想真的想看我的书，可以在这两个网站去买。这本书就是这一期的这个亚洲周刊里面写了一个专文来讲我这个东西。你们如果拿到亚洲周刊的话，可以，里面很多精彩的哦，包括我初恋情人的照片在这，你看，当年我在大学是这个样子，把妹还可以啊，是不是？其实呢，我这今天讲到现在啊，我有很多的照片，可是我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呢？是我这个样子吗？是以前那个样子吗？我告诉你，我的真面目是我在喝大半瓶750cc 的金门高粱之后的样子。怎么样，很开心吗？好，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为止，你们有没有问题？谢谢王正芳导演精彩的演讲，那我们再次给导演一个掌声好吗？现在是我们的 Q&A 时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 Q&A 主持人，国际事务办公室邱婉倩执行长。接下来我们开放线上提问，大家可以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并输入你的提问。大家可以用心的想一下我们的问题哦。刚刚导演说了，问题问了他感动，他流泪，我们马上送一本书。好。哦，好，大家好，大家晚安。对，然后我是计财系的老师邱婉倩，然后今天院邀我来做 Q&A 主持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还在等那个导演要等一下，因为我没有问题，科技要等那个问题进来，但现在还没有问题，所以那我串场一下下。对，就是呢，其实我今天故意不要去查王正芳导演的背景，因为我看这个就是电机工程到电影导演的时候，我其实很想来听了，对，因为我想要从那个教授转职，就是想说有阵子就是人生有点迷惘，然后想说，我是不是要做一下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是故意什么都不查，然后我就直接来听，然后我预期就是很精彩的演讲，然后果然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很想睡觉，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演讲，然后就是讲到我也是觉得很多东西。对，那有问题要赶快进来。对，那个你帮我看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有时候我也不太会用这个机器。对，那如果等待的过程当中就赶快发问，因为那个导演他有一本书要送。对，大家有拿手机就赶快 post 的问题。有第一个问题。对，导演的过程中。哦，终于有了，对，有两个。
好的，哎，导演有朋友想要问说，请问那个，导演在制片的过程中遇到最有趣的问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啊，对对对，最难过的还是有趣的事情哦，最需要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最有趣的故事，最有趣的故事当然很有很多，可是我讲两个好了。我在拍半边人的时候，拍半边人的时候，因为都是现场录音啊，采取实景啊，就有一次半边人导演方玉平导演，他说我们要拍一个镜头啊，来表示香港的拥挤的状况。就是香港那个地方很拥挤，它的这个 freeway 啊，就盖在两栋大楼中间，所以你这个两侧啊，都可以敲窗子，站在那个路边可以敲窗子接电话。他说我们设计这么一个，你就跟这个阿莹啊，两个人开车就冲上去，冲到一半的时候，在 super highway 冲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假装那个车子抛锚了，然后你到隔壁去敲窗户接电话。啊，我们就选了那个地方，但都是偷拍的，你不可以在那种这个交通环境里拍戏，太危险了。于是乎呢，那个导演就架了三架摄影机，一架在高处，一架在这边，一架就是在那个窗口，就是我应该去敲窗子接电话那个窗口。于是我们一次两次的来拍，拍到第四次，他还不满意。他说：“这一次都不好，你再来一次。”于是我就开着辆 Volkswagen， 砰砰砰砰砰冲上去。它是一个上坡，在差不多那个坡的顶到顶的时候，我停下来，把车子刹下，假装那个车子坏了，刹住车。拍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次？因为不可能再有一次了。结果呢，因为它是个上坡啊，那后面来的车子啊，看不到前面有车子停在那里，就有一个 van， 不大不小的 van， 是个载货的，就很快的上坡冲上来，跟我是一条 line， 冲到我那个，因为 Volkswagen 的那个 engine 在后面，我就跟女主角就把那个盖子打开，假装那车那个 engine 坏了，还去摸一摸，做出很无奈的样子，就看见这一辆货车啊，就刹不住车，就过来了，然后他一个急刹车，他那个车子就横过来了，横过来就朝着我们两个这样撞，啪就过来，滋滋滋弄起来，就差不多离开不到一公尺的地方，他刹住了。这个时候，我跟女主角两个人就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啊。这剧本里没有的，不是我写的。然后那个司机就摇下窗子来，用我所能听懂的广东脏话慰问了我全家十八代的妇女，哇，骂得我头昏眼花的。我说我还用广东话来讲，唔该唔该，车坏咗，还怎么好像怎么回事？然后我还没忘记我的腿应该是瘸的，于是我就这样走上去敲窗子，敲上去接着电话打，然后就拍完了以后。就又回到车子，那车子没有抛锚吗？又从那公路下去以后，车子停到那个地方，我这个人瘫掉了。那导演就过来，老王怎么样？我就耍脾气，我说你他妈的不要跟我讲话。我觉得当时不是很有趣，当时真的不是很有趣。现在想起来，我的天，鬼门关一趟，这个拍电影这种事情太多了。后来我拍完了以后，杀青了，大家很高兴，我就回美国去教书了。我刚刚回到 George Mason， 我跟院长报道说，哎，我回来了，我教书，这学期我好好教。哎，教了两个礼拜，哎，导演又打电话，哎，老王，哎，这里面有几场戏不行呢。我说怎么样，你回来再拍啊？我还要回去拍啊，一回去又是一个学期完了嘛。所以我又请假又回去，下了飞机，那个副导演来接我，我就下飞机就很正常的这样走了。那副导演想，哎，老王啊，你回去治腿，你那个腿已经治好了是吧？我说明天拍戏的时候我腿又坏了。哎，谢谢导演。对，
题，我大概看了一下，整理一下，就是有朋友问说，你做的选择其实很，你知道，很勇敢，转变你的那个职业。那你有怀疑过你自己的这个转变是正确的吗？对。然后如果再叫你选一次，你会做一样的事情吗？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告诉你，我今年85岁了，我没得选了，我选什么屁，已经差不多了。我曾经怀疑过我自己吗？时时刻刻在怀疑。为什么呢？同学们，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跟你们学一门新的课一样的，你能学到什么？你学的那东西几年以后又落伍了，你真的学到了吗？我想你们来上大学或者上研究所只学到一样东西， You learn how to learn。 你如果想学这东西，你知道怎么去找，怎么去学，怎么去努力。你说我会怀疑吗？我到现在还是怀疑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好的导演。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好的电机工程师，我没有怀疑过。我知道我可以做一个差不多的还可以的电机工程师。我要做一个顶尖的工程师，做一个这个在科学领域上很突出，出论文跟每天早上大便一样，一天一篇那样的搞，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很多人比我聪明，在这方面的能力比我强很多，可是我知道，我生下来我就知道我可以走戏剧，我可以走表演，我认为我现在还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我没有学过电影，我也不知道那个理论，所以纽约大学 NYU 那个系主任曾经找我很多次去教导演，我说老哥，我不知道怎么教导演，我没学过，你上来就讲那个课本，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一派那一派，我说我什么派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吃苹果派，你让我教什么？他说你就来就教跟他们一起拍戏就好了。我说没那个时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我得到足够的钱去拍北京故事的时候，在北京 set up 第一个 camera angle， 我坐在导演椅子上，大家都预备好了，摄影师也预备好了，录音师也预备好了，演员也预备好了。我当时突然的就进入一个极端怀疑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呀，我这傻在那里，大家都等着我发号施令，傻在那里。搞了大概1分钟，大家说这是干什么？我就当然装作很深沉的样子，在那儿想什么东西，其实他妈根本不就冷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太幸运的是，我请的那位摄影师，他是一个 well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他真的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就走到我旁边，低声跟我就在耳边说 ：“Peter， 通常啊，一个导演在这种情况，你要说 sound camera， 然后 action。”我说：“哦，这样的。”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电影导演，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你要有自信。你自信到什么地步呢？你自信到疯狂狂妄不近人情的地步，就是说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我如果不做一个电影导演，一个伟大的剧情片的导演，全世界的文明遭到损失。你真的要有这个自信，任何的痛苦，任何的挫折，任何的这丑陋的脸色给你看，你不放弃。可是当你真的要做的时候，你会变得极端的自卑。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几乎是that is the moment。Then you start to learn. Then you start to study. Then you try to grab every information you can. 所有的东西你都拿来了，所有的什么都看了，看完了以后就很充实，然后又自信起来了，然后又狂妄的自信了。
这是做任何一个事情的，对我来说，这个现象。我在 UPenn 的时候，我想学 computer science， 人家不要我；我想学 semiconductor， 要不然我现在也开一个台积电之类。那个教授是太多了。后来我学的是 electro optics， 我学 laser 怎么回事呢 ？laser 后来我觉得跟我拍电影是很相近的。laser 是把一个元素像 ruby laser， 它放在一个铁的 container 里面，然后上面有很多的 energy， high energy 来 excite 这个 ruby elements 那里面的元素。于是这个 ruby elements 就在这个 enclosed container 里面撞，就是一下自傲一下自卑，这里撞到一个地步，它的 energy 大得不得了。然后我们这个 engineer 跟 scientist 都是很坏的东西，他就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开了一个小缝，然后这个 high energy excited elements 他就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 Then that's the laser。The laser 的 energy 多厉害啊！ Coherent light 一直走到月球，到了月球几下子就回来，他告诉你月球今天离我们有多远。哇，做一个电影导演也是这样。 I wanna go upside up high the sky is not even my limit. I wanna go up there. I wanna see the whole universe. 电影里面也有，发挥你的幻想吧，去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我始终怀疑我是不是能做到，我始终要去做。我做到了一点点，我已经老了，我不能再做了。我在这写回忆录，我告诉你们我的经验。你说我还有什么机会再做一次选择？ Very simple， 我要做 laser。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但我觉得可以不用导演回答，我可以来回答。有朋友想要问说，请问那个导演在85岁怎么维持身心健康，然后很有精神？啊，我其实可以帮你回答啦，就是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是开心的，你是开心的，你的身心就会开心。对，这是我的回答吗？回答。那你的回答？请导演。不是问题啊。你要85岁还能像我的蹦蹦跳跳啊？就你的太太就是我的领导，要很坚持、很顽固的每天在这念，于是乎就觉得你的责任还没有了，还要继续做。结果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累了。没有了，这开玩笑的啊。我说，身体要自己去保持，要自己去锻炼，不要偷懒。跟学习是一样的，是没有止境的东西。不同的阶段，你要不同的去努力去做，需要有一个目标。我永远觉得，我这辈子好像很热闹，可是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做到，也没有做好，差远了。像我哥哥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学药学的，他是 UC Berkeley 的毕业的，后来在 UCSF 当药学系的大教授。他是一个parasite 寄生虫的一个这个领域的 icon。 他一辈子瞧不起我的，后来对我的批评是，你根本缺乏最基本的医药常识。我是不知道，我没学过这个，怎么办？好的，谢谢。那边还有一个人举手。举手。好，请问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了。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哈。从电机教授到电影导演，非常精彩的人生。那您说过拍电影的话喜剧最难，那您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把人生演绎成这么精彩的喜剧？然后另外我有幸上过陈俊雄老师和郭德胜老师的课，也是您台大电机的学弟。谢谢。
太好了，你很幸运上了陈俊雄和郭德胜两位教授的课，你要上我的课就完蛋了嘛，教不出那东西来。哎，我的写，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告诉你，我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学理工是因为社会的压力跟家庭的要求，那么我就努力的做到这一点。后来呢，我觉得我不能，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呢，我在香港拍电影和这个好朋友等等，让我有一个机会跳下去做着这个重大的决定。比如说我的下半生就变成一个电影导演，可是我觉得认真来讲，我不是一般的电影导演。我拍过好几部电影，可是都是我自己的剧本，我不能够拍别人的剧本，而且我写的剧本要跟别人要卖给别人，别人用的话，拍出来之后我就开始骂三字经五字经，把我改得乱七八糟，因为那也不是他的错，他有他的诠释的方式。所以最终我觉得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所以电影写作或者电视或者广播都是一个媒介来让我来说我想说的故事。我的故事不是历史，我的故事有我自己的诠释的一个方式，可是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我写的故事，它有一个共通之点。因为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很顺利很高兴很幸福的，那么你看我活了八十几岁，我的记忆很多，我在写我的故事的时候有很多想起来很伤心的事情，比如说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我因为政治活动，我父亲走了，我有没有办法回来？那么我不会写我哭哭啼啼的想念他，不是这样。我写的我想到的事情是很多的乐趣，虽然这个乐趣里面也有他一定的悲哀的地方。我在第三本书里面写了一段我和我父亲最后的一段谈话。我的父亲在1959年，他原来是国语日报副社长，后来在师范大学教授，国语系教授，59年得了一次很严重的中风。他原来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比我还要标准的国语，然后他的演讲非常动听，可是他得了中风，失去语言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再沟通了，他在像个小孩一样的牙牙学语。可是很妙的就是他后来学会了讲的那个国语发音都很正确，音调都对，可是词汇没有。最后我要快要出国了，那天 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天吧，我坐在那个走廊上跟他谈话，他已经不大能跟我谈话，他就讲话很慢，他说郑芳啊，你要出国啦？我说是。哦，女朋友呢？我说我没有女朋友了，那女朋友脆了，她跟别人去了。啊，哪一个呀？我说你别问了。他说朵朵呢？我说朵朵嫁人了，嫁到美国去了。她上次跟她通信，她已经怀孕了。哦，朵朵怀孕了，朵朵好啊，朵朵是她好朋友的一个女儿。他健康，健康。我说是，我一想当然健康啊。朵朵是那个他那女中的铅球冠军，那怎么不健康呢？我说，他又后来说别像你妈啊。我说是啊，我知道吧。你是说妈身体不好，每天都是病病的？哎，说对，要健康，健康。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谈话。我总希望把我的故事写得更好。谢谢你。
我们再次感谢王正芳导演的精彩的演讲，好吗？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 Q&A 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准备了一个纪念品要送给王正芳导演，恭请林真勋院长上台致赠纪念品。谢谢谢谢。请王正芳导演接受邱婉倩执行长的献花。谢谢你，谢谢你。接下来我们邀请今日的与会贵宾上台合照，请第一台的贵宾请起立，我们上台与王导演合照。